近日，写由彩绘铺的电影制作方公布了主演的阵容，有王俊凯、迪丽热巴和董子健等担当主演。这样的阵容让人感觉还是蛮期待的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在演员表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关晓彤也将在电影中出演配角。虽然拍摄的时间都不长，但是关晓彤和迪丽热巴难免是要见面了。陆地 CP 的女主角配上原配，那得有多尴尬呀！鹿晗和关晓彤刚刚公开恋情，对这件事热巴也没有什么回应，看来应该是稍有介意的吧。网友们又开始脑补，如果遇上鹿晗去探班关晓彤，那场面估计更尴尬了。